Welcome to Users Productions。办公室空调伤风感冒，臂力痛，柠檬味伤风感冒特强热饮，不会使人昏昏欲睡，迅速约缓伤风感冒症状。发烧、头痛、四肢酸痛、鼻塞及喉咙痛。臂力痛伤风感冒特强热饮，柠檬味，含有真正的柠檬味及维他命 C， 能提供医生推荐可约缓伤风感冒症状的方法。如有伤风感冒，应从速服用，可有效及迅速约缓以下症状：发烧、头痛、四肢酸疼、鼻塞、咽喉痛。含氮不可服用多于指定分量，请经常使用经低有效剂量以减轻症状。若有服用过量的情况，即使无任何症状，亦应向医生查询。此药品含扑热息痛，请勿同时服用超过一种含扑热息痛的药物。不适当使用扑热息痛可引致肝中毒及严重肝功能受损，不可服用多于指定分量。如您正接受医生治疗，正在怀孕或受乳期间，请于服用臂力痛伤风感冒特强热饮前向医生查询。若症状持续，应请医生诊治。请存放于儿童不可触及的地方，请储存于25°C 以下。如包装被损坏，请勿使用。敷法：将一包伤风感冒热饮倒入杯内，注入半杯热水，然后搅匀，加入适量至开水，如有需要亦可加糖。成人12岁或以上，每隔4小时服用一包，24小时内服用不超过4包。除经医生指导外，12岁以下儿童不适宜服用。Click subscribe to Users Productions YouTube channel.